干呛虾一下。像我是超级魔王大道第三名啦、啊，像森达、啊、他是第六名，算像啊大天也没比啊，算了算了，他的实力只有森达跟大天的三分之十五而已，没有到很厉害。啊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！那我只能用一种不同的表演模式来跟他做抗衡，因为他是那个他声音变化嘛，我们后天学不来，我们就要弥补。我用造型的变化去做改变，我这样秀秀回来，我就换一个造型。不可能，牛迁到北京还是牛，不可能。秀！哎呀哎呀！哦 ，OMG！ 我变丑了。我可是第。30届金曲奖的评审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山林。我自己有一个节目是教会你所有音乐的节拍，你们可以来收看。山你好节拍，蔡琴姐。山你好节拍，蔡琴姐。山你好节拍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今天我来是要介绍很多优质的音乐人。为什么有点像宽姐？我承认山林老师最近这几天真的是吃的比较好一点。你想知道我吃了什么吗？辣汤，山林辣汤、啊、我自己煮的辣汤、啊、山林老师哎、欸，是的，那个吃河豚、哦、要找专业的师傅，是、哦、你一定是吃到不专业的师傅的河豚、哦、所以你现在有一种中毒的现象。那山林老师要为我们带来歌曲是吧？我今天要带来的不是歌曲，我是一个我们节目的主持人，所以呢，我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音乐人给大家认识。他是一个他在创作歌曲上非常好听，他很纠结的一个人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山林老师为大家介绍周杰伦出场，欢迎周杰伦。周杰伦，杰伦 J。怎么变于天大哥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天王周杰伦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啊，因为我刚刚路上有点塞车啊，所以来的有点晚一点。哎、欸，今天刚刚玉林哥大家都在，就是非常高兴。杰伦，你旁边那个，电脑里面那个是什么？这是我最近在研究的东西啊，因为跟玉林哥跟我在讨论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想说，哎、欸，这几个臭男生这样一起录节目，好像没什么动力，对，加一点味道给他，好不好？就是把它味道提香，我们提香一下，要提多香 ？OK OK， 提到差不多这样，哎呦，零香，好不好？提到哎呦哎呦，那整个样录影录起来，这个活力都十足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其实、哦、大家知道我钢琴弹得不错，当然我知道玉林哥的钢琴，你说现场 cue 我是？周杰伦，你是要有学会他的技巧才有办法。那接下来我是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另外一个饶舌 hip hop 仔是我觉得很欣赏的。我们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掌声欢迎热狗，但不用欢迎太久，他大概三秒之后会出来。你们帮我掌声一下吧。掌声欢迎热狗，真的不会太久啊、哦。Hey yo， hey man， yo yo， 我今天来现场，大家好，我是热狗，香菜热狗 ，and three hot dog。现在我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，准备好没有？差不多，先生。Yo， 手机给我。Yo， 嘿、hey。唱起了太美。Yeah，OK，、okay， 差不多到这里。啊，因为我是差不多先生嘛。我最爱的人，极致歌王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啊，突然发现在家这样有点累，我们欢迎极致歌王张帝，也是一，哦，来了来了，今天我真的是很开心，所有的好朋友在这里，小弟我真的很荣幸呀，要跟大家来比拼。如果今天真的来比拼，那么我一定是第一名，请你们呐、啊、可以放心呐、啊，我最爱的人就是沈玉琳，掌声鼓励，沈玉琳。哎，
说真的哦，因为你这个发型有点改变，不像张帝，反而比较像张奎，有样子哎，有样子。副歌，副歌，副歌。小丑，好像小丑。哎、欸，你这两个都可以模仿。是他的心酸，化作喜悦。真的很像张奎。呈现给你。最后一个，张丰齐。你的波涛，你的发香，你用功休息不停。轻轻的波涛，你的发香，你轻轻用功休息不停。看这波香精神功，你会他的歌哎，我是该休息。啊，基本上我是把张家人都学完了啦。那张飞，对对对，张飞，张飞。啊！嗯 ，Q 我干什么？玉清啊！啊！好久没见到你了，对。好，这个主表演呢，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。更何况你还有加分题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用张宇来唱 Melody 姐的歌。哎呦，来喽！爱多少早知道，我调一下他。大家好，你姐的告别式啊！早知道我会爱的少不了，想看谁站在这一把剑刀，把所有不爱我的画面丢掉。早知道我会爱的少不了。就该随身带着一把剪刀。关于这段表演，杨升达，你有什么评论？怎么样？见好就收了。而且，身为这个魔王大道的前辈哦，我觉得换装这种东西，要达到一秒换装，二三四秒。哎，你这是成龙被拖进草丛吧？其实我一直都算是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你百零五度，爱你一滴青春的真流泪，可爱百零五度，对你滴滴青春的真流水。你们以为我一秒换装只有戴假发，对不对？我还穿功夫鞋。好，因为我们分数是前后两段加起来的啦。好，大根第一段的时候呢，高达十分，但第二段呢，因为被扣了五分。哎呀！什么烂透的笑笑，他为你的钱，这样来了，来不来得及啊？我觉得你是越搞越糟。因为张宇算是基本款哎，张宇连我都会，会张宇就一定会罗大佑，会罗大佑一定会伍佰，罗大佑你也会玉林哥，罗大佑你也会玉林哥。听到他们王走了，叫叫就轰转，接着他们就随你抢。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。门上的一块单薄的木板，刻着这么几句话。那你要不要先吃高血压药？降个血压，让玉林哥降个血压。所以现在大根只有五分了、啊。对，大根只有五分。哎呦，好可惜哦。